感谢你，今天是我们和你相聚的日子，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来领受你的恩典。主啊，真的是让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来感谢你为我们所付出的生命，所为我们流出的宝血。主啊，在你的十字架下，主啊，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恩。主啊，我们都是一群从泥土中被你提拔出来的，是你用重价买赎回来的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，主啊，靠近你的时候，我们就能有满有你的荣光。主啊，你真的是在你的孩子身上所盼望的一切。主啊，多求你借着你的圣灵来彰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照明我们心中那个黑暗的地方。主啊，好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断的认罪悔改。主啊，你就必赦免我们。主，你真的是更加来祝福那些凡与你亲近的孩子。主啊，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得到你的祝福，都要蒙受你的恩典。我们的家庭，主啊，我们的一切，主啊，都要蒙受你的恩典。主，谢谢你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多的来亲近你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天天来与你相约，在你宝血所立的约里面，愿你用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而得到丰盛。主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从今日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门。好，请坐。